金表情已经给我知道了。Hello， 欢迎收看美食百天，我是 Tommy， 我是 Kelly。今天要做 ice cream，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呢，他们讲是零失败的 ice cream 能力方啊，只需要三样东西罢了，就是可能是麦肉粉，可能是咖啡粉，你喜欢，还有 whipping cream， 还有炼奶。就这几样，但是我们在想啊，这种咖啡啊，麦乐真的是有点普通，我们不可能这样普通。什么都用咖啡和麦乐这两样来做，好像有点咸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家里有什么？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，我们就来 try 一下。我们刚才有看了一下，我选了一样。这个好吗？改呀改呀。土面包的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这个我们平时有吃了，但是怎样都不会吃完，都不会吃完的。想说要快点用掉它，对对对，不然的话就过期。可以看一下 ice cream， OK？ 还有花生酱，这是刚才我们自己打的花生酱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应该不会啊，因为好像因为我们在外面的那些 ice cream 店都有吃到平安发的 ice cream， 是不是？很正常，所以应该不会难吃啦。咖呀，我就不懂了。还要做什么？我们再做多一个，再做多一个，再做多一个，很恶搞了。真的没有人会去做这一个。我们的桌子上。你要选什么？一、二、三，薯片。薯片What？ 就是用薯片来做 ice cream。哎呦。OK 嘞，我觉得好像咸咸咸样子，咸香。哎呦，这五样东西。做出来的味道是如何啦？所以我们就选出自己的冠军哦。我们先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就做要最普通的咖啡味道先。做这个 ice cream 这个 whipping cream 跟这个炼奶的分量要蛮多的，因为我们可能吃不到这么多，而且我们要做五样，所以我们全部东西都是减半。所以我们是用100g 的炼奶跟300g 的这一个 whipping cream， 然后还有就是大概2汤匙的咖啡粉。OK， 2汤匙咖啡粉，再多一点，我喜欢那个咖啡粉，然后呢，加一点点水，搅拌好了这个咖啡粉呢，就倒进这个炼奶里面，哇，感觉起来已经是很甜，太油。OK， 咖啡已经 mix 好了啦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将这个300g 的 whipping cream 跟这一个咖啡 mix 在一起，然后去打到它绵密。就用打蛋器。打蛋器或者搅拌器，但是因为我们家没有搅拌器，我们家有那个小美来的 thermo mix， 然后我们就交给小美打，然后就打出来，就拿去冷藏就可以了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OK， 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是将这一个 whipping cream 300g 的 whipping cream 加进去。然后再把我们刚才调的咖啡倒完进去，哇，好像很滑这样哦。好啦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倒进一个容器里面，拿去冰箱冷藏大概3到4个小时就烤底。哇，很香那咖啡味呢，应该好吃，应该好吃。就是这样子放进冰箱。个人嫌麦肉粉不够，所以他还要继续加。我以为加更多，这是一定要够厚的。这种麦肉一定要够厚的。不要加太多怎么办？不会多多，最多也是麦肉粉够用。加着香香的麦肉拌蛋酱。两个正常口味做的，现在就要做一些怪怪的口味。好，比如这个咖呀。咖呀也是一样，那3汤匙哦。这个是焦糖咖呀，如果是青色的那一种，那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一点，还是要加一点水去稀释它。为了省那个 whipping cream 啊，我们再减少一半，比如50g 的这一个炼奶跟150g 的这一个 whipping cream 咖呀好了 ，OK。因为咖呀真的是太甜了，所以我们放30g 的炼奶。咖呀 ice cream，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人。
咖椰 ice cream， 有没有人做过？有没有人吃过咖椰 ice cream 呢？好像没有咖椰味耶。这个咖椰的呢，它打出来的味道就只有那个 whipping cream 跟那一个面嘛，有一点点那个焦糖的香味咯，那个味道没有想象可以。OK， 接下来就是花生酱，放酱多了，大概这边有四个汤匙吧。哇，那个花生香味 ，the best， 味道来讲呢，真的很香，那个花生味。只是我在想，会不会太紧罢了？我觉得我留胡须好看。你看，这头发要剪。对。啊，还有几天，还有几天。啊，我呢是绝对不会在五月四号就出关的，我会直接到五月十二号。OK。我还是依然觉得还是有一点危险性。五月四号要做工的就做工，大家乖乖，不要跨州。做工就回家、啊。对，还是要戴口罩，还是要保持距离，还是要小心为上。因为好不容易降下来，不要再让它复发。接下来就是大魔王。哇，打完了，现在就加牛奶，还是要先打碎它？打碎它先。OK， 我们现在是先将这一个薯片呢，就打成粉状，粉状 ，OK， 然后就加牛奶跟 whipping cream 也是一样的分量下去啦。而且你看它结块结块样子，嗯，一样哦，就是。薯片味没有很多，薯片就跟一般的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加太多水，我们只是面奶跟那个 whipping cream， 所以它就感觉上就是比较膏状的，像薯泥，对，像薯泥。等到所有都结冰了，我们晚餐的时间再来做一个试吃。听听千呼万唤，晚餐过后我们就来吃甜品，颜色全都一样，大致上一样，就是褐色系列的。我们先吃那些最保险的口味，就是咖啡。哇，它是膏状的，对对对，如果再硬一点会更好，咖啡的好，咖啡香，差不多。咖啡可以拿去做生意，咖啡可以拿去做生意，真的哎，真的 ，OK。OK， 第二个，买咯，可以大大口，买咯，哎，买咯，你先吃，还是很，重点是它真的很滑，哦，不是，买咯，幸好你后面有再加多一点，我跟你讲，做买咯不能吝啬的，你要大大力给它，戳下去，咖啡跟买咯走。保险口味很 OK。刚才他只放三汤匙，像话吗？肉酸。OK， 接下来就是比较奇怪的口味了啦，咖椰。咖椰。哦，咖椰的 OK 不？有咖椰味。咖椰很好吃哦。可是咖椰很甜。嗯，咖椰很甜。是。就是有你闻到一阵那个咖椰香味哦。很有咖椰味。它没有烤味啊，正常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以这样子的调配方式去调的话，你基本上放什么都可以 ，Olive 啊 ，Overdin 啊，什么都可以做的，麦片那种都可以啊。接下来就是花生，我是喜欢花生的。怎么？不是不能，是香的。嗯、不像吃 ice cream， 就好像吃这公糖啊，公糖湿了的公糖那样子，嗯、很像花生味，但是就是没有 ice cream 的感觉，不像前面这样这几样、这么软。我觉得要加一点水，因为这个我们完全没有加水去打，所以要加一点水，让它整个有点水分。我不懂啊，就是那个 texture 会好一点。一直不敢去动那个薯片。老虎中水给干用。哎呀！你吃下去，然后你不要给我知道好不好吃，你的表情。
你表情已经给我知道了。我太难了。你这样子我根本不想吃、欸。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有那个薯片的味道的，只是，哎呀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忍着声，忍着声，试试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大口一点，就是马铃薯泥，又有一点像马铃薯泥，然后冷了的口感那种，有点像呕吐。我要快点吃这个。我们要吃一点好吃的综合回来的口味。都讲不要让他坐这里吃。OK， 基本上薯片跟花生酱汁可以丢了的，因为真的不好吃。咖椰还可以吃一下，因为它毕竟还是下得了口的。麦肉跟芝士抹下去，一定是好吃的。你觉得可以吃火力？我觉得我想蛮想吃火力的。啊，这个方式教给你们了、啊，也是证明给大家看。薯片是不能来做 ice cream 的，谁要做薯片哦？也希望你们多多的留言分享出去，或者是给我们知道还有什么口味可以加进来做的 ，OK， 好不好？留言留言留言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 like 一下；如果你是从 YouTube 看到的话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，然后旁边这边有个叮当，帮我按下去，有最新的影片你会最快知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